还有港航的三星 Fold 的三折叠屏啊，这个成色是99000的全原装，没有拆修过的啊，成色非常好。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款三星折叠屏啊，10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去拿货的时候也要8000，你知道现在掉了多少钱吗？掉了整整2000块，啊，真的。就看成色啊，有一些成色的话就是一般般的话就是6000，但有一些成色稍微好一点的话，可能就是6300啊，6400啊，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哈。我淘了这台的话是99000原装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，哇，非常的清晰，这个屏幕高清屏，而且这个已经刷国行了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它这个港行的话比国行的价格的话要便宜几百块。啊，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。如果说你是在10月初买的话，这款机子啊，估计你也得8000。但是现在哈、啊，6000出头就可以拿下了，真的超级的性价比超级高。这些的话已经全部给它测试好了。其实，三星的话，这折叠屏啊，就看它这个屏幕，因为它这个屏幕就相当于整个机子的一个价格了哈，屏幕非常贵。这屏幕也是完美的，完美屏，看。很漂亮，真的带出去的话是非常的大气啊。哎，人家一看你这拿这个折叠屏，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一打开整个很亮眼。机子的话就看屏幕就行了，其他的也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呢也给它贴膜了啊，整套包装都在。等会就给它发货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咨询我哦。